嘅舞台上面啦，嚟到參與我哋 C3 香港2017嘅發佈會。不如先同我哋現場嘅朋友打個招呼先啦。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Super Girls。Hello， 我係 Super Girls 嘅 Aka。Hello， 我係 Heidi。Hello， 我係 Jessica。Hello， 我係 Yelly。我係 Sharona。好啦，咁我行去 Sharona 嗰邊先啊，因為我想問下你哋好多問題嘅。首先，嗱，我想問下嘅咧就係先問咗 Aka 先啦，話曬 Super Girls 嘅隊長。點解你行去 Sharona 到，但係其實問我？佢真係太中意 Sharona。唔係因為 Sharona 冇麥啊，你咪要講到正確答案出嚟先。我想問下你哋知唔知道，今日除咗上嚟俾個麥啊 Sharona 之外，你哋今日上到呢個舞台有啲咩特別嘅責任先？梗係知啦，我知道日本動漫咧，其實呢個文化係日本咧好重要嘅一個產業啦。咁其實咧呢一個產業已經好犀利，因為佢係帶動上全世界帶領者嚟嘅。咁而我哋其實每一個咧都係睇住日本嘅動漫長大嘅。咁所以咧，我今日非常非常之高興同埋好榮幸，可以喺呢度咧介紹咗 C3 呢個最新嘅動向俾大家。咁就好啦，咁所以大家要繼續聽住 Super Girls 嚟緊咧，就會介紹好多咧我哋今年嘅精彩環節啦。不過喺未正式介紹今年嘅新環節之前咧，我想問一下咁多位先嘅，即係例如我哋講到我哋嘅參展商啦，今年有啲新嘅參展商，但你哋知唔知道今年有啲乜嘢參展商係繼續留守喺我哋 C3 同大家見面嘅咧？這個問題咧係問 Sharona 同埋問 Yanny 嘅。係，我知道有 C3 動漫迷最受歡迎嘅 Bandai 啦、國川啦、木棉花，跟住仲有anime 同埋 cosplay。哇，好嘢！俾啲掌聲，Sharona好唔好？好叻。好啦 ，Yanny 又考下你啦。仲有東影動畫奇緣、Elite Toys 啦、射擊 game 同埋遊戲王啊！哇，真係好多我哋耳熟能詳、大家都好喜歡嘅參展商啊！不過另外仲有嘅，唔知道 Jessica 同埋 Heidi， 你哋又數唔數到咧？梗係數到啦！仲有非常之出名嘅動畫製作公司 Aniplex。我知道仲有專門做動漫人物 figure 嘅製作商啦，譬如有 Folks 同埋 Good Smile Company 嘅。哇，好犀利啊！一次過可以記到咁多參展商名出嚟，我覺得你哋今次真係有備而嚟，係有備而嚟搶我嘅飯碗嘅。係啊，係啦，我哋有俾你叫 Super Girls 啊嘛，名不虛傳噶。唔好咁得戚住你哋。即係其實除咗頭先所講大家好熟悉嘅參展商之外咧，今年都有首度加盟嘅參展商，你哋應該唔知啦，係咪啊？所以搶不到我飯碗的沒錯啦，就有超過1億活躍使用者，就是我們 ACG fans 全部都很熟悉的影片分享網站 Bilibili 的，當然也有就是著名相機製造商 Canon 都會有攤位的，等 C3 的 fans 可以在我們特設的場景用 Canon 的相機來拍照。